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在星期日庆祝复活节，这日是基督教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亦是基督教的日历当中最神圣的一日。复活节是基督教因年而异的日子，每年的日期都不同。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会在春分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庆祝复活节。复活节标志着圣周的结束，圣周是指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，包括立圣餐日，亦即是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日子。圣周包括耶稣受难日，亦即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。继上个星期日，埃及一个科普特基督教堂受到自杀炸弹袭击，导致几十人死亡，超过100人受伤之后，埃及当局加强了今年复活节的保安工作。